女士们，先生们，飞机即将降落。是在长白山路的，大家也都看到了啊，外面有很多雪哦。对于我一个南方人来说，很开心，哎，今年都没有见到过雪。然后我来长白山是要干什么呢？我发这条 vlog 的时候，可能你们已经知道了，但是呢，我会把这两天工作的情况、玩的情况、吃的情况给大家拍一拍，大家不要关掉，继续看下去哦。拍平面的工作结束了，现在我要去室外了，一起走吧。不行不行，太傻了太傻了。外景部分呢，没有一拍就结束了，大家不用担心。给大家展示一下，哎，等一下，慢一下，不用担心。太辛苦了，就是今天这个鞋有点。慢点，哎呦，哎呦。给大家看看我的鞋底。一点痕儿的痕都没有，我就说我怎么这么滑，我就说。跟着我走吧。哇塞，大家看到了吗？三个大锅，这么大，我的天！哎，揭开了第一个，这是鱼，这里面有鱼，下了粉条，今天晚上吃铁锅炖。这旁边还有鹅。第二个锅开了，牛肉，我最爱吃牛肉。牛尾，哇塞，看起来就很香，正宗的东北菜。这个锅，大鹅，那我不太敢吃鹅肉。啊，直接蒸了，今天蒸好，我就要，嘿嘿，我就要开始吃饭了，然后吃饭就不录了，不要打扰大家吃饭了，拜拜，下次再见啊，太远了。哎，大家别走开，我给大家展示最后一个彩蛋，非常有意思。刚才他们开了一下窗，看看什么样啊？三二一，哇，我们这里面就跟个冰箱一样，你看，第一次见，有意思。仙气，我的仙气。吃饭了，不说了，拜拜。